怎么怎么倒下了？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哎起来起来，还表周期没喝完呢，你表周期，起来表周期，起来对不对？哎，你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贺总，我们大家都在欢迎罗子敬加入我们团队呢。让开！没事吧？走，我送你回去。我们刚刚都在说别喝那么多，别喝那么多，他一高兴拦都拦不住。闭嘴！走，我送你回家。你搞什么呢你？我没搞什么呀。没事吧，子君？你看呢？管好你老婆。啊，是我，唐晶。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来了。玲玲姐，你是我见过所有女人当中啊最有包容心的。哎，你说这事要搁着我呀，我才没有那么不计前嫌呢。生活是生活，工作是工作，好吧？你们第一天来的时候，我怎么对你们的？我就应该怎么对人家了？他胆子也太大了，敢来诚心工作，真的是拉得下这个脸。那有什么拉不下脸的呀？他以前在那个什么什么苏曼书那个市场调查公司，那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文凭啊。哎呦喂，这一下子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摆在眼前，这不头破血流也得试一下吗？人往高处走，人家要求进步，总应该向人家学习喽。哎呀，你看你看，你还替人家说话呢。哎，你不记仇，别人不一定不记仇，说不定啊，他这次啊就是冲着你来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哦，罗子君，我去那个办入职手续了。子君，来来来，坐这儿。小董，你让子君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来来，我坐这儿。我迟到了，给大家送茶送水的方便。别呀，您是主角，来来来，你必须得上座上座，快快快。哟，不好意思了。谢谢。这个盘子要换一下的。啊，对对对，盘子盘子来。哎呀，怎么能你给我们倒酒啊？你来晚了，三杯不说，这一杯总是要喝的。这是小董，我们部门的姑娘说话都是心直口快的，你不要介意啊。好，给，那我来喝吧，大家随意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啊。来，马先生。啊，哎。我不会喝酒的，没事。给你五道酒，做的？那你是做什么的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听说你以前是卖鞋的。哎，那你现在跟那些还有没有关系啊？哎，你卖什么牌子的？哎，玲玲姐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让子君给我们办公室的所有女员工来一个内部团购价，怎么样？折扣是有的，不过打完折也不便宜。不知道小董你平常都穿什么牌子的鞋子啊？其实啊，我们这个部门也不是所有人都是科班出身的。不过到诚心来的话，没有点过人之处也是进不来的。绝对是，当然得有过人之处了。哎，子君啊，那你觉得你过人之处在哪？是不是跟贺总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小董啊，你喝了几杯酒啊，就成这样了？一会儿吃不吃饭？没有，我开玩笑的，我随便说说嘛。来，喝酒。进来。好。喂。宝宝呢？啊，子群带着呢。晚上他带，白天我带。你现在还住在这儿？对，我跟卓老学点切菜配菜的基本功。这不子群也弄了一馄饨店吗？我想以后没准能帮点忙什么的。那你跟子群你们俩啊，挺好的。至少每天早上我去接孩子，下午去送孩子的时候，我们还能见上两面。就这样啊？啊，就这样。我想以后我们还能再好一点吧。哎，你看我现在啊，我扣除房租。然后每个月卓老还能给我1000块钱呢，这些钱我都给我儿子还有子群攒着呢。那天我把钱给子群的时候，他还说他不要我的钱。
我猜他应该是不习惯。以前我也没少惹麻烦，他为我的事也没少上火。这我突然赚了钱给他，他倒不要了。你们俩打来打去的，冤家冤家，这一辈子看来都打不散了。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喝。啊。喂，你在哪儿啊？公司员工聚餐，就是林林他们部门欢迎罗子君入职，突然出了点状况。我和陈俊生赶过去处理一下。林林把子君怎么了？你是现在都已经在路上了吗？你怎么没叫上我跟你一块儿去啊？我看就是喝了点酒，我和陈俊生去劝散了就好了。毕竟是公司内部的事情，你去了反而容易把事情闹大了，闹得人尽皆知了。好吧，说的也对。那随时有什么状况你都告诉我啊。你告诉陈俊生，让他回家好好教育一下他的现实老婆。好。好好好，不回来。啊，他临时有点事儿。老卓，你帮我随便弄点吃的吧。你一个人吃？我又不是没一个人吃过。好，稍等啊。谢谢。你们这对冤家呀，哎，你有冤家吗？有，我的冤家可多了。我的婚姻就没有维持过十年。哎，就别提什么爱情了。日本料理寒，一个人吃饭有点冷，还是喝点酒吧。啊，好。哎，谢谢。这个是我送你的。真的，我这是一点都不能再喝了。不是，你跟我们都喝了，你跟玲玲姐还没喝呢。哎呀，我要是你啊，我今天怎么地得敬玲玲姐三杯酒。这第一杯酒，道歉。以前有说过或者是做过对不起玲玲姐的事儿，那就道个歉呗，让玲玲姐原谅嘛。啊，这第二杯酒，感谢，感谢玲玲姐不计前嫌。哎，你说你今天来的时候多照顾你啊，我们都没有这种待遇啊。这第三杯酒啊，表表忠心嘛，对吧？以后玲玲姐，唯你马首是瞻，她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吃饭喝酒是大家开心的事情，哪有那么多说法呀？当然有说法啦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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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喝一杯喝一杯，表诚意，快快快快快！这三杯我真的喝不下。前面的酒你都可以不喝，但是这三杯酒必须得喝。不仅得喝，你还得把我刚刚说的话全部说明白了，要不你让我们这些人怎么相信你来是真心实意跟我们一起做事儿的？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？是啊，我是不想。我还有什么目的？你有什么目的？我们怎么知道呀？你来之前，我们这个部门相亲相爱，一家人特别好。那你说，你来这儿最起码得表现你的诚意，你的虚心。对不对？对，来来来，表现诚意。对呀，肯定得要。来来来，那个这样好吧，我替罗子君把这三杯酒喝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我来喝。哟哟哟哟哟！好，第一杯酒，说话。对不起。说呀。说对不起啊。乔总可以来，可以来。
哎，说说说，对不起呀。好，别这么说，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真是，来来来来来，第二杯酒，那就是，谢谢你，来，谢谢你，你快点，对不起都说了，谢谢你难吗？就是，谢谢你更简单吗？谢谢你，快点，快快快，喝，我等着你呢。都在欢迎罗子君加入我们团队呢。让开！没事吧？走，我送你回去。我们刚刚都在说别喝那么多，别喝那么多，他一高兴拦都拦不住。闭嘴！走，我送你回家。搞什么呢你？我没搞什么呀。没事吧，子君？你看呢？管好你老婆。你怎么来了？跟我回去。当这么多人好说话不行啊？你还知道人多呢？不是，你看不上罗子君，你绕这么大圈子干嘛呀？当时别接受他入职不就完了吗？走。那你们先吃啊，小董你买单。哎，行，先走，姐，慢点，慢点啊。罗子君真是金贵哦，两个人一起跑过来，你叫他来的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看来是真的了。真的假的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看你倒是希望是真的。要是别人我就当个八卦听听得了，我那么多事儿呢，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浪费啊。但是关于罗子君，你站在我的立场上想想，我上班好好的，突然我老公的前妻跑到我的部门来了，要换了你紧张吗？罗子君可真是个林黛玉，到关键的时候有贺涵和你站出来，我呢什么问题都要自己解决，你什么时候帮过我啊？你怎么说我不会帮你呢？我们是一家人，出了问题肯定是我帮你嘛。哎，慢点啊！哎，到家了，子君，你的钥匙呢？生日快乐，希望你以后每一天都能这么开心，好吗？嗯，谢谢你贺涵叔叔给我了一个最好最好的生日。来来来，先躺沙发上来。
哎，子君，你先别睡了，哎，我给你倒点水啊，你喝点水再睡。子君，哎，唐晶，啊，没事了，同事把他送回去了，我也准备走了，你怎么样？吃完饭了吗？哦。行，吃完饭那你也早点回去吧。好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哎，回来再跟你说嘉庆的事情。那罗子君喝酒了，平儿去能行吗？子君，等一下啊！贺涵叔叔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哎、哦，那个，你妈妈有点不舒服，我把她送回来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她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。妈妈，妈妈喝了几杯酒啊，睡觉醒了就好了。他一直没醒，我也没赶走。行，那你回吧，我跟平儿陪着。好。刚才唐晶给子君打电话，我也没接。你一会儿给唐晶回个电话。行。你这么一直瞒着唐晶，不怕他有一点撞见吗？先走了。谁啊？是我，唐晶。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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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。啊，子君呢？唐晶阿姨。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就多喝了几杯。也是玲玲让我送她回来的。难得啊，玲玲这么好心好意的。唐晶阿姨，贺涵叔叔。哎，那个来，到点了，刷牙洗脸啊。看到唐晶阿姨就想起贺涵叔叔。贺涵叔叔很忙的，下回让贺涵叔叔跟唐晶阿姨一起陪。我是估计一时半会儿也醒不了，要不你先回，等他明天起来让他给你打电话。那不用了，我就过来看看他没事就好。反正有你在这儿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照顾好子君和平儿。我开贺涵车回来的，那个平儿是玲玲给送过来的，孩子有点闹情绪，说想跟妈妈睡，
然后玲玲就把我车给开回去了。我走了。告诉唐金阿姨贺涵叔叔在这儿。贺涵叔叔工作没做完就跑来玩，唐金阿姨想抓他回去。真的？我在你房间里把你那个坏了的飞机模型给你粘好了，就看看。耶耶耶耶，我来喽！小拉，我估计唐晶看出点什么了，就我这智商估计也骗不了他。你等会儿再走吧，我怕他在楼下等你。好。行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，等他酒醒了我也回去。你路上慢慢开，明天公司见吧。行，有事给我打电话吧。到家了，啊，对，我到家了。你睡了吗？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子君？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的。没必要吧？而且这么晚了，你也不要出门了。你给他发个微信不就好了吗？让他明天醒了之后给你回电话。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是为了罗子君吧？是啊，你应该记得，就在昨天，我还特意买了下午茶点心给你送到办公室，希望你可以对他手下留情。但我没想到你的涵养功夫这么差，一天都容不下他。唐小姐。你说的是昨天聚会的事情吧？其实我的初衷是好的，我是想在罗子君上班之前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，但最后搞得那么不开心，我确实没有想到。唐小姐，今天既然你跟我来说罗子君的事情，我就跟你好好说说吧。其实在我心里面，我真的不是很欢迎罗子君到晨星来上班，他跟俊生的关系，跟贺总的关系，我又在边上工作，你仔细想想，我难免会尴尬的呀。跟贺总什么关系？因为贺总是罗子君的保护伞呀。
当时在苏总的公司里面，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是知道的。那到了陈鑫就更不用说了。俊生跟贺总关系走的是很近的，你是知道的。那现在贺总跟罗子君的是非难免会波及到他，我又在边上工作，你说四个人在同一个公司，这件事情复杂不复杂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觉得罗子君到陈鑫那上班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一个好主意。唐小姐，我今天跟你说这么多真的不是来搬弄是非的。我很爱陈俊生，我跟他走到今天真的是不容易的。我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，我就想跟陈俊生两个人安安稳稳地过我们自己的日子。这世上从来越想求功名的越不得功名，越想求自由的越不得自由。一样的道理，你越想求安稳就不得安稳。告辞。斌提对你算好的了，任由你这么折腾来折腾去都没脾气，证明公司还需要我。就跟人一样，没找到替代品的时候呢，任你怎么作都会对你不离不弃，等找到替代品了，任你怎么低眉下目的苦苦哀求，还是要把你踢出去。我来结婚跟贺涵不跟他跟谁啊？我不接受，根本就是结婚恐惧症，能拖几个月拖几个月。子君，你觉得年底吧，又快月航，就听子君的，年底吧，不等了。昨天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不是都快到家了吗？怎么会又拐到吴淞路上去了？你不是向来主张随缘而安，不为了结婚而结婚的吗？结不结婚是另外一回事儿，感情生活还是应该丰富起来。个人有个人的打算，你未必都清楚。